鸡冻虾，甲骨文的方块字，千年传文化，一个字一幅画，一个字一幅画，六个字棒棒棒，方寸之间天地大。多有多，神通大有大，大脑瓜，绿娃娃，绿娃娃，大脑瓜，哈哈哈哈，好娃娃，棒棒棒，善良勇敢走天下。哦，一笔一画了不起，两横竖撇捺，字里装说着神话，撇和捺，写个人，立个地，志气大，哈哈哈哈，学习棒，棒棒棒，大家一起加油吧！小心想要鱼汤喝，钓鱼高手是阿佐。鱼儿没有钓上来，竟然钓出个孪生国，哈，还有一个大恶魔。哎，第十四集，孪生小将领。小心，我来了。小心。这个外星萝卜头又跑到哪儿去了？好光滑的石头啊，正好可以坐下休息会儿了。这个石头是软的，真舒服。轻点，是我呀。我当然知道是你，每次都装成石头，比石头还笨。哼，哎呀，屁股都被你踢肿了，陪我啊，陪呀。好吧，我钓鱼给你吃，怎么样？吃鱼呀、想吃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鱼怎么还不来呀？鱼还没有睡醒呢，你急什么呀？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，快点，快点，集合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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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火火爷，我们来了，他们呢？没到呢，这几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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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说好了到这儿汇合的。哎，又被恶魔清散了，太危险了，赶快汇合吧，快汇合吧。徐徐的，我们来了，咱们赶快到汇合地点练习阵法，对付口口回这个恶魔。都到了，赶快练习阵法吧。到水草里去。钓不上来鱼呀、真没意思，我下去抓。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赶快练阵法吧。准备！鱼儿让我捉吧。莲花宝座，莲花手。那是什么？一个绿绿的怪物游过来了。我们先躲起来。明明在这儿吗？怎么不见了？真奇怪。那么凶恶的鱼都能轻松躲过，肯定是高人呐、我们代表他帮助我们。那条鱼那么大，吓坏我了。你还有怕的时候？哎，咱们要是能把那条大鱼钓上来多好啊。动了，动了啊，快快、快快用力拉呀，拉呀。不会真的是那条大鱼吧？什么呀？哪里是什么大鱼？这是什么鱼呀、这确实是那位高人。高人啊，是小人儿小矮人。这么小、长得一样的小人儿真可爱呀，好好玩。他们这么小是怎么变的呀？我们是孪生王国的大臣。还会
会说话呢。哦，你们是巨人国的，巨人国的，对不 对, 对不对？但你们不知道，在这条河的下面，还有我们孪生王国呢。孪生王国？难道你们都是双胞胎吗？是啊，我叫木，他也叫木，我们在一起就叫木木林。啊，木木林，我们是大名鼎鼎的护林大将呢。整个森林都归我们管的。林，啊，你们是护林大将，我是武林大侠，整个武林都是我管的。你们是护林大将，怎么不去照看森林呢？我们正在被人追杀。啊，有人追杀你们，遇到武林大侠，你们这回就有救了。太好了，就请你们拔刀相助。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可怕的劫难，这个恶魔真是太凶残了。啊，恶魔？什么恶魔？在哪儿呢？啊，那个恶魔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个恶魔有两张大口，他们本来是我们国王的孪生弟弟，他们俩都叫口，所以大家都叫他们口语。吕，可这个弟弟为人奸险狡诈，欲篡夺王位不择手段，他躲在一口深井里，偷偷的练了一个什么回天吞人大魔法，趁国王生病的时候，竟把国王残忍的给掉了，这下可不得了了。他从此走火入魔，功力大增，变成了两张相套的血盆大口，霸占了国家，改朝换代，自己也改名叫回了。啊，口回啊，自己是一个口，又吃下一个口，不就是回了吗？哦，那你们又叫什么呢？我叫佑，他也叫佑，我们在一起叫佑佑双，是宫廷护卫队队长，我们双人合一剑，天下无敌呀。双，哇，能，他们是人人从，除恶扬善的大法官从善二将。从，他们是西西多，统领军队的许多二将。多，他们是火火炎，是管理能源的大臣。言，怎么能让恶魔当国王呢？是啊，我们也想除掉他，但是恶魔的魔法太厉害，我们打不过他呀。他夺得王位后，为了兴建宫殿和陵墓，把全国的森林都毁光了。木木林拼命地阻止他，他就捕杀木木林。我们又有双兄弟悄悄地准备去杀了他，没想到他竟下手了，偷走了我们的双人合一剑，我们的剑法就使不出来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更加疯狂地搞破坏。不是二将呢？我们是执法官，那个恶魔让我们胡乱修改法律，我们不肯，于是他就要杀我们。啊，看来你们的本事不行啊，还得让我这个武林大侠出手来拯救你们的国家。不过等我们收拾了那个恶魔，你们得让我当国王。你就知道当大侠，当国王，哼，好啊，你竟敢抗旨，来啊，把他拖出去给朕斩了。怎么也像恶魔？你们真是没有幽默感，恶魔都快追上来了，你还有心思幽默？那个恶魔也像你们一样的小人吗？那能有多厉害呀？不是呢，那个恶魔会一个回天大变身的魔法，能变得老大老大的。啊，能变多大呀？哈哈，西西多兄弟统领全国的军队，也比不过他那张大口。那火火炎也没有办法吗？是啊，我们有双重火光，用火攻，可那恶魔修炼了喷水结冰魔法，把我们的火焰都给冻住了。啊，还有能把火焰冻住的办法，这就得靠大侠了。看起来真的得靠大侠我了，不过我得先看看你们的本事。好的，烈火金刚炎。哇塞，这么炙热的火焰也能被冻住，怎么可能呢？口回的魔力可厉害了，这是事实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呀。我们俩都叫智，
合在一起就叫日日昌，是财务大臣。我们把国家治理的兴旺发达，没想到让口口回这个家伙一下子就给毁了。昌，我们不肯把金库的钥匙给他，他就要杀死我们。你们的本领高，帮我们除掉这个恶魔吧。这没问题啊，包在我身上。等恶魔来了，我就把他生擒活捉。我就是口口回，谁狗胆包天要捉我？回，口口回，你的末日就要到了。啊！口口回，还不快投降！啊！你们这群双胞小废物，别忘了，我口口回是两张大口。今天我要把你们一对一双的吞掉，一个也别想跑。看我回天吞人大魔法！啊，小心，全靠你了。好吧，看我的，霹雳光波！小心，好棒啊！什么武林大侠呀？我让你们变成速冻大虾！烈火金刚眼！哦，好厉害呀！不愧是烈火金刚眼，真厉害呀！该死的小混蛋！莲花宝座，莲花手。你们真的好厉害呀！哇哇哇，他们一对一对长得都一样，多好玩啊！咱们两个怎么不是双胞胎呢？好可惜啊！圆滚滚胖乎乎还总流着鼻涕，谁愿意和你长得一样啊？林用两个木字表示好多的树木，好多好多树木在一起，这就是林啦。林字两木立，横竖撇捺，横竖撇捺，呵呵，是林哦。小朋友，林字能组成哪些词呢？树林，全是树哦。武林高手，功夫特别好。嘿，嘿，我们是武林高手。哎呀呀呀，我要站不住了。林字的偏旁是木字旁，喏，就是这样的。好多包含着木字的汉字都是和植物有关的哟。朵，比如花朵的朵，杏花的杏，松树的松，李字的李，这些字里都有木字哦。从，两个人就是从，像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呢。从字两人并肩站，子娃他老是跟着我哟。我老是跟着你还不行吗？从，跟从，就是有人跟在后面。我这么漂亮，跟从我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了。从军。就是以前参加军队就是从军啦。我要从军，我要能当司令。从小，我们从小爱科学。我从小就爱臭美。双，双，这就是双。以前双字上面的两部分是代表两只鸟的。下面一个又代表一只手，一手抓住两只鸟，就是双字啦。双，双就是一对，两个，是两个。我有一双美腿哟。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双杠，我是体操王子。
美丹，如果用双表示数量，该怎么说呢？一双手，一双脚，一双鞋，一双手套，还有一双筷子，还有还有双黄蛋。多多两个西就是多，西字是由月亮的样子变来的，表示夜晚，两个月亮放到一起来表示好多的夜晚，就是多啦。多字俩夕阳，许多，再多我也不给你吃。多雨，好多云彩聚在一块啦。雨啊，要下雨了，得快点跑喽。多少，臭美丹，有多少个苹果啊？三加一等于四，四个，我要左边的，我要的多。我的没大多，我的少。盐盐，两个火就是盐，一个火苗窜到另一个火的上面，就是火苗升腾。下面一个火，下面一个火就是盐。哦呦，盐字两火烧得旺，我要了去喝冰水，好热。炎热，炎黄子孙，嘿嘿，就是炎帝和皇帝的后代哦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。炎炎，烈日炎炎，形容夏天的阳光炽热猛烈。哇，四个火了，可别把我烤熟了，我还成了香美蛋了。昌就是两个日，从两个太阳变来的。昌子，俩日落个昌。咦，两个日落成昌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一个秀来，一个胖。昌盛就是繁荣兴旺。吕就是两个口，一个胖来一个瘦。姓吕，百家姓里就有姓吕的。三国时期有个大将叫吕布。回字是从水波转圈回转的样子变来的。哦吼，大口小口，回字大口套小口。臭美蛋，臭美蛋，臭美蛋，臭美蛋。回声，喊出去的声音自己会重复，就是回声。回头，超级蛋大集。哟，登陆成功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臭美蛋来了，超级蛋蛋迷来了。呵呵，下期的字谜谁猜对了？对，就是这个谜。字里小儿探头脑，惊奇一横像草帽，趴在四个方位中，傍晚太阳向他跑。答案来喽，西，哈，答案是西，太阳每天晚上都从西边落下嘛。小朋友，你猜出来了吗？这顿香喷喷的爆米花就奖给你了。我爆米花放我这儿吧，放到我这儿。不给你，小朋友接住。我的爆米花。这个字娃真坏。哼，我不理他，我给大家说今天的超级蛋蛋谜了。小朋友要听听好哦。一大一小两张嘴，猜成里字可不对。四方里面套四方，大嘴里面吞小嘴。哦，好玩吧？是什么字？什么字呢？下次我再告诉你们，要动脑筋猜哦。而且今天学过的字里就有一个是答案哦。嘿嘿，下次见喽。两又成一双。两又成一双。